神机亮了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虞书欣，在云之羽中饰演云为山。这是云为山，重新来一个，重新来一个。不要不要，搞不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凌赫，在云之羽中饰演公子羽。刚才是先说今天要用云为山的状态来接受采访，没有没有，没说过这个，说了没有没有，说两句就破功，你们不要逼我。第一次接触到云之羽这个项目是在什么契机下？我是打了个电话，他就说这个项目啊，是我想要你来，就有一句话来说服了。他说我想在你20多岁最美的时候留下你最美的样子。然后我就说那我能播出来之后把这个剧当我的相亲大片吗？他说可以，然后我就说好的。然后就因为这个我就来了。哦，原来他跟你说的话跟我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。真的说在你最帅的时候。的是的，在20多岁最帅的时候留下最帅的印象。那你怎么回他的？当然愿意了，这谁不愿意？这一次演云之羽是你们的第二次合作，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心情如何？我就觉得挺好，挺不错的啊，因为我们之前合作也已经很愉快，而且他也非常专业。我想说哦，张凌赫来那不错，我们肯定能好好的奋斗这个作品。他就是很努力培养情绪，演的一切就很顺啊，就而且有一场戏我一演的时候就发现。这么认真啊！我知道那场戏，对，然后说哦，好来真的，就也跟他就是搭得很好，我们就是合作非常愉快，私下也玩得很好。然后一想到这次，就觉得我和张凌赫我们就已经免去了什么认识，或者说互相熟悉，或者尴尬期，直接就可以完全的一上来就是为作品服务，怎么商量把这个作品弄得更好，这就很棒棒的。没错，到你啦。我一开始会比较惊讶了，这个角色跟他其实相差很大，因为之前没有见过你演这种角色，然后到现场拍了之后发现确实他也把这角色诠释得很出乎我的意料，很惊喜。他最好的一场戏是在雪宫，真的，他说的是我脸部状态最好，那天最消肿。打戏那场也是你跟雪公子，绝美，真的绝美。谢谢哦，他每一场都绝帅，这个有点夸张，在职人店哇一排就巨帅。有没有从上一部剧就培养的默契被你们运用到了这次的合作当中呢？刚才就说咱们有默契吗？我们就会互相取一些外号，然后来这里的时候再继续取外号。算了，就是我们俩会互相取一些很搞笑的外号。都是能播的，能播吗？你最新取的那个是可以的。你确定啊？会不会有人骂我？有可能了，算了吧。算了吧。私下说。到底是多难以启齿的外号，肯定很多观众想知道。等我们热度破20000，我们就说出来。20000？好，20000。20000就说。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次在剧中的角色吧。他是一个就是很坚强，有时候对待事情又很隐忍，但是呢内心其实是我觉得他是个很缺乏安全感，他就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人。其实我觉得云为山他看起来很坚强，但他好像比我本人要脆弱，他也是很善良，然后心很软。公子羽好像跟刚刚欣欣说云为山有一个共点，他就是比较善良。我自己会认为公子羽是一个既善良又单纯的人，他面对一些所谓的坏人，他不会去把这些坏人界定为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坏的，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一面，或者说坏人做这件事也会有自己的动机。所以说他在面对云为山面对吴峰的时候，也没有去把他们所有的界定为全部都是敌人，而是比较辩证的去考虑吧。他会知道云为山身上为什么会去吴峰，他之前经历过什么，然后因为云为山这些经历也打动了公子羽，之后发生了这么多的故事。是因为两个人都很善良所以发生了很多牵绊吗？会啊，就是因为善良我们两个才会互相原谅。你不是因为我漂亮吗？漂亮是第一眼动机，最后就是慢慢深入的了解，发现你是这么善良的一个人才会爱上你，对不对？我是善良而且对你好，但其实一开始云为山是套路的，公子羽一开始是中招的呀，因为云为山是设局让你喜欢我的，是中招，慢慢发现他很真心了。凌赫眼中欣欣诠释的云为山是怎样的？很不一样，当初跟我说他来的时候真的是没想到他能去驾驭这种角色，一开始很期待，现在你觉得现在给自己的云为山打多少分？打多少分还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挺厉害的，能这么说吗？因为我其实自己也做了很多突破，就没想到说我能演成这个样子，也算是在我的演艺生涯中又打开了新的一步，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哈。对对对，而且有时候看那个回放都会觉得他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。是的。欣欣很满足吗？大满足，确实拍得很好看，留下了最美的影像哈。对对对，而且拍出了我另外一面。哪一面？就很温婉的那个成熟的一面啊。温婉，我没有吗？我没有吗？云为山没有吗？大家看剧吧，到时候啊。你们两个人有特别喜欢的对手戏吗？对手戏有的，就是我们在山洞里那一场，那个我也是这场。
说我都懂的那一场哦。对，就是咱们俩坐在那儿的嘛。那场我们觉得还挺动人的，我们两个演的。你们两个人这一次在剧里面是不是小哭包附体呀？哎，我也是啊，我们俩大哭。我们俩都是。说到这个，就是我这部戏真的是从头哭到尾。就我演的时候啊，每天几乎都有哭戏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今天肿了，导演让我带话，说我今天肿是因为我这两天连哭狂哭，昨天就哭了10条，然后今天又哭。你觉得对比小兰花的话，袁维山在感情里面的状态是怎样的？小兰花有爱，他就会横冲直撞，很勇敢嘛，就直接走了。袁维山的话想的比较多，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没有资格去爱，没有自由，然后无风出来的人，他有他自己的任务。其实袁维山会害怕爱上他，首先他是个间谍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不能动心的，所以他对公子瑜一旦产生感情，他会觉得很害怕。在你看来，公子羽对袁维山心动的节点是什么呢？心动的节点其实第一眼就有一点感觉了，因为林长好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一眼就是被外表所迷惑了，引起我的注意。但是真正的心动的节点，我觉得是一件一件他帮我做的事儿，越来越引起我对他好感，最终让我知道自己喜欢上他。我觉得是应该在雪宫，他不顾生命危险来帮救我那一下。虽然说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是起码在我的观感上来说，他是舍弃了自己的性命来救我嘛。然后后面就有一场比较甜的戏了，对吧？嗯。那欣欣觉得呢？第一肯定是因为我的美貌啦，第二呢，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啊，分一个是我自己设下的局，一个是真实发生的。如果是设下的局的话，从美貌然后到我一开始那个什么面具，然后把设下的局，不好意思，是的，我是妆发出来的，我在无缝又不长这样。比如说我偷偷的那个掉队，就拿那个面具，然后一堆人当中我要怎么吸引他的注意力呢？这是第一步，制造一些偶遇啊，包括去了解他的经历，其实就会共情这个人。就还是回到角色上面，我们都是善良的，不会因为这些事儿去计较。而且就是他也很优秀，我也很优秀啊。我们两个呢，通过那个身份经历，他是有一种互相救赎的感觉，对吧？嗯，是。会有他在他的宫门里生活，我在无风里生活的人的经历，一碰撞就是必定会爱对方。他带我成长，我带他走出泥潭。啊，我们俩废话好多，说好多东西。这一次剧中有很多打戏，你们拍的还满意吗？打戏有很多都是特别好看的，真的，尤其是那种500个镜头一放慢，然后那个光一打到脸上来，哇，感觉自己在拍，帅，真的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留下的最帅的影像，真的很厉害。所有的老师，就是灯光啊什么的，武术老师啊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很完美的，然后大家配合，然后吹的那个鼓风机，对，很厉害。欣欣对自己的打戏满意吗？他。你看吧，哎呀，我都不想说什么了。他真的特别好，还好了，最好的你都没看到，泥浆里的。我看到，你给我看了。你只看了一个，我没有把所有的都给你看。我觉得打戏也发挥了很多我的潜能，而且拍的时候都在泥潭里面打滚啊什么的，其实挺难拍的，超级难的，是不容易，厉害。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画面让你们觉得会成为全剧的名场面呢？我觉得每一场戏，每集都会有很多，每一集都会有打戏也好啊，它很特别，质感啊，画面啊，包括演绎的方式，其实都不一样。有没有想对一直支持云之羽的朋友们说的话呢？是不是超出你们的预期了？没啊，这么简短的吗？多说一点吧。超出你们的预期啦，谢谢你们的。谢谢你们的那个观看，反正如果热度值再破的话，我再去让你又让张宇做些大家想看的事。刚说什么2万干啥？我说我们公布我们俩的小外号。可以。然后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不知道有没有视觉盛宴哈？啊，不刷刷弹幕，让我们赶紧破2万，加油！之前我说了破2万，然后那有 IT 的人说我们根本没有剧破过2万。啊，2万是太多了，2万有点夸张了。异想天开，我希望云之羽不是说拿着这个热度值去衡量的，希望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部剧，就是很有质感，很特别，大家也会觉得云维山和公子羽是一个很立体的人物形象，它会成为一个很经典的形象，然后呢，永传。然后我紧跟云维山的步伐，希望这部剧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观感吧，或者对我们有一个新的认识。如何每周三准时 get 神剧亮的最新节目呢？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神剧亮的官方一键订阅，或扫描二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，掌握最新剧透，追剧不再 layback。